就干场还可以买点鸭肉回来，那几个鸭肉太孤单了，还给他买点伙伴回来。那你顺便给妈他们拿点大鱼去。还是背个背包去买鸭子。等下还买一个那个专用喂鸭子的。咦，后天要下场的耶，没上得整来。这个买买鸡的是不是太大？我这没得来。听到那些汉子的。今天咱们按的话买买鸡，那天给你们加点鲨鱼。那是在这个广西买的。走起来钱不够，都没得了。我们那个场还是干的有点脏了。你那个赶场的背个大背在那街上逛。那阵的赶场还合适，老谭你看一下，那个街上都是我个人走过去走过来。我店头那个里头那个充气垫的都是新鲜的钱。那个买带到哪个上的啊？有啊有。你买一个嘛，要那个买一个东西。那个店都烂的，要买一个，不然晚上鸭子那些要捉进捉出。15块。不是这个，太大了吊起脑壳重得很。那个个人都说说安起都是的噻。我那麻绳套到脑壳上都是的。要不然就套到腰杆上也可以啊。那白大白天打电筒是扫荡。那个又是那个家的，他那天买鸭子淘的。哇，那个鸭子他吃得到啊？那个他那个吃的是个新鲜。我怕他害怕小鸭儿吃不到。今天来吃了，鸭儿没买到，还是给他买个潮吃。屋头那些那个盘子太小了，东西要不得。这个小白菜是吃秧秧的，干净得很，炒起。那个是哪嘛？很危险。你那个危险有点牛哦。那是中国第一大危险了。但是我那香菇。买把那个瓜儿白虫的噻。好多钱呐？那个牌子卖的4.8万。哎呀，那个小贩赶场走一路买一路。耶，我们小贩又要做啥子？从来没洗过脸，今天来洗一下。洗嘛。你那个赶场的，哎呀，那里混一下，那里混一下。回去了。今天赶场没弄到走。回去吃饭，换件衣服去打鸭儿红哦，不然那白衬衣经不住高啊。鸭儿，你，我说去给你买点伙伴回来，有没买到？反正给你买那个新碗，要不要得呀？来，哎呀，好贵哦！老子看你过哪个都钻进去，等下哪个钻得出来？
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完美收工。现在牙齿的别墅也打好了。